这是鱼眼的。有啊，他有整理过去。哦 ，Hello， 粉丝团的各位朋友，大家早安。来，经理今天介绍的车子呢，好久没有做直播了哈，因为这台车我们安装的比较多，所以就没有一直重复做这台车的直播啊。这台车是什么车？这台车是你上的 T 档，而且这台车跟经理的自己之前开的一样，是涡轮的 T 档。那涡轮的 T 档其实，我是觉得啦，它的动力的话是比较足够一点哈。如果非涡轮的话，可能是去代步 CVT， 就是代步可以了哈。如果真的要开比较快，或者是要爬山的话，动力的话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的充裕哈。这台涡轮的话，记得没错的话，185匹，那开起来的话还蛮顺的。但是啊，这台车的 CVT 的变速箱，一定哈，无论是涡轮或者是 NA 的一样，记得它的变速箱里面有一个变速箱油底壳，然后变速箱的侧面电瓶这边有一颗大概这么小颗的一个外部的滤芯哦。这两个零件呢，记得哈，一定要按时啊做保养跟替换。原厂当时经理在开 T 档的时候，他是建议大概10万公里替换了，可是我之前大概开4万多公里，把它拆下来，它的滤网啊就非常非常的脏。所以这一台车的变速箱 CVT 变速箱一定哈，建议要特别的保养它。那它的变速箱油，我当时也没有特别的使用不同品牌，因为它变速箱油还蛮敏感，所以不敢给搞哈，所以还是使用尼桑的 CVT 变速箱油。所以到了我换车的时候，大概里程数大概10万公里左右，变速箱的状况，还有引擎涡轮状况呢，都非常的 OK 哈，所以这台车变速箱一定要记得保养哈。那今天的车主安装的 KT 的版本是 KT 的道路版哈，其实车主之前也有改装过其他品牌，那这个品牌的话，它是配置的状况的话比较特别一点点哈，这台车怎么说都算是比较家庭房车哈，当然啦，也有很多的车主非常的热血。把它改到涡轮的增压值加大，或者是涡轮整个改大，那动力的话可能超过200匹。但是这台车如果做动力上的改装，它的限制还是在变速箱。CVT 的变速箱毕竟不太有办法承受太大的扭力哈，所以变速箱的话是比较可惜一点点。但是也因为是 CVT 变速箱，所以它的比较好开哈，市区的话换挡完全没有顿挫之类的，有好有坏啦。端看自己的驾车习惯去选择一台车哈。那原来的这一套的避震器是这个是台中的一个品牌哈。那配置的话比较特别一点点，正常来说这一台车的配置一般哈，前面麦化成的涡轮前面的车重的话，大概会配置最轻的，我大概有看过单桶的啦哈，副桶的话可能有到3.多4公斤左右。单桶的话前面大概最轻的有遇过5公斤、哦、那一般的话会配大概6公斤左右，那比较重一点点的话，像是 KT 的一样是这个底盘系列，可是车款的话是 Sentra， 前面的话就配7公斤。那这一台车我刚刚查了一下，这台车配10公斤耶、哦、前面是配10公斤，所以10公斤的话后方的话是5公斤。那这样的弹簧设定的话是，如果要竞技的话是还 OK， 如果我今天要下力宝赛事，那弹簧公斤数重的话还 OK， 这样的配置比较像是大概20年前那时候在玩 K8 那时候的避震器的一个改装，如果啊做得太 Q， 做得弹簧配置得太软，就不是市场所欢迎的设定。那时候的时空背景希望的避震器可能前面配置了10几公斤，后面的话可能配置8公斤10公斤之类的，所以就是要特别特别的硬。但现在的话大家的口味啊还有市场的一个需求都不太一样，这么硬的设定在一般崎岖道路的时候，尤其是在弯道当中，它的抓地力其实是有可能没有那么好，所以车速的话如果真的要论快的话可能也没有那么的好跑哈，那在赛道上的话，这样设定肯定是非常的适合的哈。所以前方的话，像 KT 的配饰的话，会把这个弹簧的长度啊，
我们把它拉长。这个弹簧是160mm 十公斤的规格，哦，160mm 十公斤。那 KT 的话是配置了200mm 六公斤的规格，以行程来说啊，就整整多了4公分左右，哦，那后方的话，弹簧的配置 KT 的是配置170场五公斤的规格，这一条弹簧是150场。应该是6点多公斤哈，这个弹簧的话，以这台车真的是太重了一点点。KT 的话是配置5公斤，170场，所以这个150场长度的话，行程 KT 的话就多出了20mm 左右。虽然20mm 才2公分，可是以这台车的比例来说啊，多了好几10%哎哈。好，那其他的细节部分，像上座的话也不太一样。这个是鱼眼上座，哦，鱼眼上座的话有好有坏。鱼眼上座的话，路感的回馈会比较直接，转向的时候会比较犀利，但是它的一个寿命跟易率的话，相对的就比较高一点点，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KT 装上车的样子。这个橡皮的话 ，KT 是不需要使用的。好，哦，它本来 T 档的话是这个样子，这个是弹簧原厂弹簧的上橡皮，这个。不用使用哈，这个不用使用。然后 KT 的话会在上方的话附一个薄薄的橡皮垫。那为什么要舍弃原厂的上橡皮不用？因为希望厚厚的上橡皮啊，也能让它的弹簧长度能够拉长，让它的行程能够做得再多一点点，所以后方的行程就会多了20mm。好，那在上部的防尘套部分哈，防尘套的话。也是这个就是轴心嘛，活塞杆的话其实最怕是行驶间的异物或飞石啊撞击到这个活塞杆，一旦活塞杆撞伤的话，我们在做往复运动的时候，它的油就会慢慢一点一滴的带出来，就是漏油的状况，就跟那边那一只一样，所以这个防尘套的话 KT 的配置啊是配置这种全罩式的，如果车子放下来啊，它的防尘套是整个罩住轴心，所以飞石就不可能会喷到这个轴心，让轴心造成受损的状况。那第二个安装上也是有重点哦，像这样多一臂的系统啊，最麻烦的就是它的会有安装上的技巧啊，也有可能会有安装上的失误啊。如果啊，经理把这个筒身缩得很短的话，那这一条弹簧它就压迫住了，压迫住的话，我们一般叫预载。如果预载过多的话，这台车开在一般的道路。路面不崎岖的道路状况，它的路感头盔就会变得很直接，就不好做，所以这一台车安装的话是不要压缩弹簧的。如果这条弹簧的原本的长度是170mm， 那压缩到165左右，5mm 左右刚好碰到，好像这个弹簧稍微会晃动还 OK， 那不要整个掉下来，所以这个是这个弹簧安装的方式。那车高的调整从弹簧上方这个调整机构去做改变，筒身的话是在调整它的行程的，哦，好，这个是后面的部分。然后因为这台车连铝圈都还是原厂的，哦，像这个车主其实应该看得出来也有一个做一个比较激烈的操控，哦，所以这个碟盘的话有点碳化的状况。好，那离载串的固定点，哦，这个离载串的话沿用原厂的，那油管固定架、ABS 感应线，哈，当然这些的位置应该都跟原厂的差不了，就都可以用原厂的位置去做固定。那这条弹簧200场六公斤，哈，它的就跟刚刚的配置的话差异蛮大的，就会比较舒适啊。公斤数的话，一个10公斤，一个6公斤，所以它的作动行程自然就能够做出来。那上座的话，这一台车是2颗螺丝在外面，然后1颗螺丝在里面，从这个地方拆装。那一边的话也有一个维修孔，所以在拆装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那阻尼的调整，从这个地方，哦，这里有一个 KT 的旋钮，从这里做调整就可以了。顺时针变硬，逆时针的话变软。然后这个是涡轮引擎，所以一看有做一个 HKS 的泄压阀。好嘞。这台车要注意一下这一颗引擎脚，哦，这个引擎脚的话还有下面这一颗，哦，这个都是很正常的消耗品，如果有做激烈操控的话，这颗引擎脚，哦，它会裂掉，哦，这颗引擎脚也蛮好汰换的，不难拆装，好，
那车高的调整，前方的话比较简单哈，我们从车管上方这个银色齿轮状的托盘啊，旋松做就可以做一个长度的调整，调长它的车高就变高，调短车高就变低，所以它不是靠压缩弹簧的方式去改变车高的哈，所以它在如果像是日本 TIN 的话，它也算是比较高阶的车管，那比较低阶的话还是靠压缩弹簧去改变车高的形式哈。那 KT 的话，像这个系列的话都是做一个单筒式的设计。刚刚说到了像日本的 TIN 它所使用的油封的话，像刚刚那个筒身后筒身的话，左后筒身漏油就是油封漏油。那 KT 的油封啊，用得相当的不错。日本的 TIN 它所使用的油封就是使用日本 NOK 的油封 ，KT 的话一样是使用日本 NOK 的油封。那阻尼油里面的话，它是一个活塞杆嘛，所以里面需要填充阻尼油。阻尼油就好像是我们人体的血液一样，它会传达里面液压的一个力道，所以阻尼油的用料的好坏啊，也会对避震器的影响也蛮高的。那 KT 的阻尼油的话，用的是意大利 IP 的阻尼油，所以这些用料的话都相当的不错。那像这样的车款，我们 KT 的话也都有提供实车可以给各位来做试乘哈，因为避震器的话，如果很多车友都是在板上询问啊这个品牌怎么样，那个品牌怎么样，其实我会觉得比较没有那么的客观呐。如果车友的话哈，有需求的话，都可以跟我们小编预约来做试乘。譬如说我们在北区有北区的经销嘛哈，新北的话也有据点，桃园也有，然后还有很多的店家，甚至是我们自己的经销啊。都有实车可以提供给各位来做试乘，那试乘之后啊，有满意再来考虑就好了。好，以上是今天 Big T 打涡轮版的安装 KT 避震器的分享，谢谢大家，拜拜。